眼睛完全的视力归正，100度变零，200度也归零，正常，视力正常，让他看得到这个字，读圣经念得清清楚楚，用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念看看，来，不怕，这是什么？81，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，唱起诗歌，打手鼓，弹美琴里瑟。当在月宿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，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是雅各神的典章。他去攻击埃及他的得地的时候，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。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，神说我使你的肩得托重担，你的手放下筐子，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搭救你，我在雷的隐秘处因你公义。请问为什么读圣经就好？所以你要读圣经就可以控制你的度数，不要再加深了。对不对？同意吗？同意。哦，你每天要读一张圣经来医治你现在的度数，有一天神把这一段对就全掉OK，很高兴认识。披麻蒙灰教会 Repent Sackcloth Church 网址 repentsackcloth.org Rev. Dr. Pauline Lee 李宝林牧师，披麻蒙灰教会基督超自然学校，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，2023年9月17日。 Pauline 牧师 Line ID Lee Pauline 李宝林牧师微信 Pauline 88888